苏山乡农会举办是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，即届要讲带着游客去认捌着苏山在地农特产番薯甲咸鸭卵，再来透过着 DIY 是农小学堂等课程，和大家认捌着农作物的生产到加工。苏山乡农会办理是农教育创新整合计划，即届以番薯也佮咸鸭卵这两项地方特色农产为主轴，设计一系列的体验课程。带领民众为生产到加工的过程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。可以了，你去拿。哦，接进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放进来，你可以放进来了。儿童教育是近年来非常受重视的一个议题，那它能让大家更懂得珍惜食物、爱护土地。那透过动手做、亲身体验呢，我们培养大家对食物啊、生产者还有环境的尊重与感恩。那今天我们安排了很丰富的游程内容，那分别是地瓜果冻 DIY， 还有咸蛋 DIY， 还有窑烤的地瓜披萨 DIY。那我们是希望说，让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呢，从我们 DIY 的游程更了解现居的产业，然后进而更喜欢我们现居。番薯是优质淀粉，黄米粉老师特别设计番薯果冻，将番薯做成小碎的点心，即刻食用。这次的食材主要是以57号地瓜为主。那57号的地瓜呢，它比较松软，比较香甜，这是在地食材。再来接着就是夏天很炎热，所以我们用蒟蒻来搭配地瓜。那蒟蒻呢，本身膳食纤维很多，而且呢搭配地瓜两个是绝配。那冰冰凉凉的，在这炎热的夏天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还有加一个那个奶冻，奶冻的原料是用椰奶还有炼乳，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整个地瓜的风味是会提升。那这道甜点放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就吃，而且食材取得很容易，老人小孩大家都很喜欢，是一个消暑的圣品。独处之外，农会也规划咸鸭卵的 DIY 番薯窑烤披萨等传统创新的料理，让外地游客会使熟悉陕西在地农产特色，甲农村新风貌。大众新闻廖宏湖陕西采访报道。